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生什么气呀？操心还来不及了。说出来，我替你分担一些。 你应该去那边。茉莉听着调已经跑到了九霄云外的难忘今宵，第一次从这首歌中听出了别的味道。虽然一直是铁道兵部队的人。 但他直到这一刻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不了解这些基层官兵。他知道，穆剑锋口中的“有个战士”，其实不单指这个吹笛子的人。他终于体会到了老虎连连长肩上的重担，也对他“功成尽度就是一切”的做法多了一些理解。这曲《难忘今宵》让莫莉感受到了这些。 风餐露宿、栉风沐雨的老铁们对集体转业后的迷茫和担忧。 放门口就行了。 放门口会不会被人给拿走了呀？怎么可能啊！再说了，这医疗小组吃完早饭就回来了，小穆大夫还在里边睡着呢。那穆莉大夫的暖壶还没关呢，他怎么不吃早饭啊？听值班的卫兵说呀，昨天晚上他值夜班，天亮了才回来。啊，那就等他醒了再说呗。等他醒了，食堂都没热水了。哎，要不？ 咱悄悄的把他的暖壶拿出来。是。班长，派谁进去啊？派谁去？派你去啊！<笑>我才不进去呢！你少装蒜啊！你肯定想进去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想什么呢？小董。 小董是咱们连工人的老师，小董，你进去，我们都放心。对，去呀！去就去。<笑>
行了，过来，就坐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往一边儿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向前，我们可是给你算了时间了啊！你在里边待了足足得有5分钟，那每5分钟也得有3分钟啊！3分钟，不是，董向前，你在里边干什么呢？我什么也没干。班长，好，你看着啊，这是暖壶，我一手拎起来，1秒，我走出去5秒，就算你这腿脚不利索，10秒，任务也就完成了。可你足足用了5分钟，你在里边到底干嘛呢？说，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哟哟哟哟哟哟哟，脸还红了。董向前，你小子也就看着了，心里可一点都不老实。哎，是不是和莫大夫说悄悄话了？你俩都说什么了？哎，你跟他说话的时候离得近不近？莫大夫好不好看？他身上……哎，你董向前，你干什么？你推我干什么？啊！我懒得推你，我嫌你脏。脑子打字，你再给我说一遍，你再给我说一遍，给我回来！你恶心我，回来！你别扯别人，你俩来劲了是吧？嘴长在我脸上，我想扯谁就扯谁，行了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推我，我绝不让你扯！行了，你来劲了是吧？董向前，你再这样，我就给你告诉排长去！我绝不让你说，过来，我绝不让你说！哎，你还来？你们仨干嘛呢？就不让。他俩欺负你了？没事，我们闹着玩呢。走，别憋着，想吐就吐。别跳那么快，你再这样，我再给你输3瓶。就你最不老实。慢点。别起来，都给我躺下。正好你去帮我倒点热水来。慢点，慢点，深呼吸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好。就那个，就我的杯子就行。让你休息，你听到没有？你还上锅来。来。烫。来，慢点，有点烫啊。先漱一下口。好点没有？不多了，谢谢大夫。上这边。穆连长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你申请今天去臀部拉医疗用品的车批下来了，太好了！来，我上一点。你别愣着，帮我一下。来，老实睡觉啊！你再这么调皮捣蛋，我今天让你出了这个帐篷，我不姓莫。给我老实点，树叶还不老实。你这帮兵可真难管。王大夫，王大夫。啊。哦，没什么大事，多喝盐水。注意休息啊！怎么样，找到了？没有，没有找到任何异常的病原虫。难怪，这些止泻药都没有什么太大作用，这个腹泻有点意思。那怎么办？就靠盐水和葡萄糖补给体液啊？
再观察观察。都三天了，还没找到任何原因。那盐水和葡萄糖，也不是用之不完、取之不尽的。茉莉不是去团部了吗？她会再运些回来的。那么远的山路，她坐车不怕颠了，不晕车了。嫌这儿的注意力不够，又跑到团部那儿吸引注意力。还跟小黄大夫飙上了？我可不敢，人家是首长的儿媳妇。哎，那你还是我们老王家儿媳妇呢，不比他差，这点自信你还是应该有的。谁是你们老王家儿媳妇？还不乐意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老王家那可是工人阶级，连首长都得敬重我们几分呢。哎，说吧，我们老王家什么时候能把你这个儿媳妇娶进家门啊？我知道，他去团部干嘛了？干嘛去啊？因为穆连长也去了，他是上到首长儿子，下到农民儿子，他都不放过。错了吧？小莫大夫去团部那是为了接电话，她男朋友打国际长途回来，这的电话根本就听不清楚。那回省城接得了，才三天，岳阳电话就追来了。哎，那你这刚下来一分钟不到，我就追过来了，那我是不是比小莫大夫更过分啊？什么呀，这个下连队锻炼，我看就是来镀金的。行了，别发牢骚了，继续观察啊。进来。团长。你小子又瘦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团里来了两台卷扬机。哼，来了十台没你的份儿。不是，我们那台太老了，坏了修又修了坏，我就缺台好卷扬机。我还缺个好营长呢。咱不是说好了的吗？等到活一干完了，我就去上任。谁跟你说好的？那至少也得等到这个月底，等我把隧道打通了。哼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有些干部听说铁道兵年底要转业，就先下手为强，暗自自找门路逃跑了。咱们团五个营，哪个营都是罗奇果不及的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你小子站着等什么呢？还不快去拉你的卷扬机去。是。大夫说他去哪儿了吗？没有。这位同志，穆连长。哎，你看着小莫大夫了吗？哦，在总机室呢，在那边。谢谢啊。他真的就是借给了我两本书。
干嘛总这样啊？老是胡说。那你妹妹也管他借过书，是不是也跟他不三不四的？一个小时了，回去我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。那莫大夫怎么办？废什么话，他自己不会找车。哦，好像是发动机出了点问题。怎么了？出了点小毛病。师傅，您回去吧，我搭卡车走。这可保不准什么时候能修好啊。团长跟政委就这一辆车，人家省下来给我用的。我本来也没打算搭着他去你们连部，我想要就追上你，我就让他走了。跟高团长说谢谢他。再见。不是大问题吧？小莫大夫，麻烦吗？没多大问题，不过修好可得等一会儿了。没事儿，不着急。你还随身带着这个？用不用吧？这味儿特别难闻。还我。哎，你来这儿吗？我皮糙肉厚的，蚊子都不爱叮我。茉莉牌，不可能。哟，还真是。装什么装？你买的你不知道？谁买的？我才不会买这个呢，没收的。一身海冰的，养活着呢。
娘们儿唧唧的，还带瓶花露水，我就给收了。你没收的给我，不会违反规定吗？谁说要给你啊？你没收的又没有花钱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抠门啊？这么好玩，还可以防蚊子。快点啊！是，连长。你父母都在河南。我老家都打听清楚了，我们老家可是个穷地方。有多穷啊？穷的你出了村就想把回村的路给忘掉。你知道铁道兵是什么病吗？修铁路的兵啊。铁道兵是丙种兵，仪仗队那是甲种兵，必须高大挺拔，象征国威嘛。野战部队呢是乙种兵，至少得有一定的高度，也不能拔不能麻。丙种兵呢都不挑拣，只要有靶子傻力气能干活就行。我们那个穷地方，孩子从小就营养不良，长大了就长成丙种兵。我手底下的兵大部分都是苦孩子出身。那你呢？我也是苦孩子。我是说你不像丙种兵啊。那是因为凑巧了，那年铁道兵有一个团部驻扎在我们中学周围，他们老看到我在他们的篮球场边上晃悠，就跟我过了几招，发现我还挺是那块料。当年他们招兵就把我招到了团部篮球队，结果好伙食一下子把我给催起来了，后来就到了师部篮球队。师部篮球队不是挺好的吗？你这犯什么错了还当了丙种兵？如果铁道兵真的会集体转业，你接下来想干点什么呢？说实话我还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想着先把手头的事情做好。但是苦出身不代表苦一辈子，苦孩子也一定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来。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。我怎么不明白了？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，像你这种出身听明白了你也想不明白。我什么出身啊？你爸爸不是医生吗？是啊，不过我六岁的时候我爸就死了，手术台上累死的。你妈妈一个人把你带大的？算是吧。那你妈一定也挺漂亮的。
知道我到团部干嘛去了吗？不知道。不光是拉医疗物资和接国际长途，我听说你们连有一个炊事兵病得特别严重，蹲在厕所里出不来。我们来之前你们把他送到了团门诊部，结果到了那儿也没给他用什么药，他的病情就好转了。你去调查这件事儿。我是觉得这一次的集体腹泻挺奇怪的。你怀疑这次是次集体装病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闻一下。你觉不觉得这个土的气味挺奇怪的？所以我怀疑它有什么不明的矿物质，这种矿物质跟水混在一起可能就会导致腹泻。可是我们春天已经驻扎到了这里，喝的都是同样的水，大家都好好的，为什么到了夏天才发病？因为一直没有下雨呀。你们的井越打越深，越深的时候泥土跟水混合的就越来越多，那这种矿物质就会越来越多。那个炊事兵到了团部只是换了饮用水，他的病就不治自愈了。没想到你还真是块当大夫的呀。所以这些病号如果能够换了饮用水，说不定也可以都不治自愈。我可以每天从团部拉一车水回来。一车水怎么够一个连的人用呢？那就每个人再省一点。再省一点。穆连长，你手下的那些兵每天都在干着重体力的活，大量出汗，如果不补充充分的水分的话，他们是会脱水的，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可比腹泻严重多了。那你有什么建议？我的建议是取一些血样跟土样尽快送到省矿研所，查一下到底是不是水质在作怪。我正好有个小学同学在省矿研所工作，我可以尽快的让他把化验结果给弄出来。假如检验结果真的证明了你的推测，那团部肯定会让我们搬迁驻地的，我的进度就完蛋了。这也只是我的推测，说不定也不是水的问题啊。我这个人就是爱异想天开，但是查一下总是有好处的吧。我可以让团部明天派车来接我，把我送到就近的一个长途汽车站，我从那儿进省城。这个小穆大夫是咱师部首长的未来儿媳妇，师部首长的儿子去年去美国留学了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还是派人直接把水样和土样送到军区去吧。军区不还得往省矿研所转吗？三转两转的，一两个月就过去了。一两个月足够了。足够什么？车好了，走吧，司机等着呢。
下面有地儿啊。上面吹吹风，凉快。开车。人家暂时一天才一壶水。嗯，好。听说今天为了让咱们洗澡，食堂连蛋花汤都没做呢。嗨，那不正好了？咱今天洗的都是蛋花汤澡，那不比那牛奶澡高级多了。让我看看，蛋花在哪儿呢？蛋花在哪儿呢？没蛋花在哪儿呢？你的蛋花，我的蛋花，你的蛋花，我的蛋花。在外面就听见你们笑了。蛋花带回来了。啊。洗完了。嗯。真好听啊。像李谷一，这歌是李谷一唱的。哎，我听说啊，文工团都想拉莫大夫过去呢。难怪。难怪什么？就他唱歌那股劲儿。什么劲儿啊？哎，听听听，别说，换歌了，换歌了啊。哎，邓丽君，跟邓丽君一模一样，太厉害了。这一根脖子里装着好几条嗓子。听，路边的野花，你不要采，不采白不采呀，采了要采采，记着我的情，记着我的爱，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，我在等着你回来，千万不要。记着谁的情，记着谁的爱啊？你这是采了谁的野花啊？吴长生，歌唱的不错啊。瞎叫唤两句，还不到熄灯的时间，大家都睡不着。啊，闹起失眠症来了。哎。你们平常不是抱怨觉都不够睡吗？而且你们班病号最多，所以呢，我本来想过来通知你们，今天下半夜就别开工了，休息吧。今天哪几个人是刚发作的病号啊？今天下午去医疗小组输液的人，举起手来。真是带病坚持唱歌啊！刚才那两嗓子吼的，那叫一个底气十足，听不出来你病入膏肓了呀。连长，唱两句分散下注意力，有利于减轻病痛。哦。
我看呀，你们得的是心病。来了个年轻漂亮的医生，没病，装病也得去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报告连长，不是装病，是真病。我可警告你们啊，这没病的人药水打多了，可是会中毒的。你们想啊，药是干什么的？把病菌给杀死的呀，没病菌，毒什么呀？可不就毒你们吗？报告。那中毒之后会怎么样啊？中毒之后，大概会有7-8个小时的潜伏期，发作之前，只要吃药，还是可以解毒的。吃什么药？也就是说，你承认你中毒了？郭大班长，你这是带头中毒啊！怪不得你们全班都中毒了。待会儿把名字都给我记下来，回头我给你们发解毒药。啊！哎，班长，你不是说咱们输的是盐水和葡萄糖吗？哦，班长带头浪费葡萄糖和盐水，全都给我写检查。是。哎，你们说，小文大夫长得好看吗？依我看呢，长得是挺好看的。嗯。哎，那你们说，长得好看，多看两眼有错吗？嗯。啊？嗯嗯。依我看，没错。所以，甭写检查了。但是，明天。给我一个顶了的干活去，就当是解毒了，听到没有？是。禁毒重要，战士的生命更重要。我正好有个小学同学在省矿研所工作，我可以尽快的让他把化验结果给弄出来。这种矿物质跟水混在一起，可能就会导致腹泻。小郭大夫，